当时我妹婿他们家的这个祖厝，我觉得它是上百年的一个历史，我会用我的绘画的方式把它永远留存在我的画面里。这个房子可以被老房子文化运动因为这样能够保留下来，然后赖贝贝看到房子哇变成这样，他也很开心。所有的故事都要在这个房子里面把它呈现出来，所以我说他任重道远。